裴秀智和林敏镐的一段恋情，不但震惊了万千看客，也让秀智人气再上新台阶。日前，秀智、李钟硕、全度妍等艺人在首尔青潭洞出席了某服装品牌举行的新店开业仪式。现场，秀智身穿一袭红色深 V 连衣裙，胸门大开，罕见秀性感事业线。3月23日，韩国媒体曝光李敏镐与女团 MISS A 成员秀智的约会照，二人被拍到在伦敦约会的场面，戴口罩乘同一辆车，英法两地秘密约会。两人也被媒体爆出已交往两个月。李敏镐作为顶级韩流明星，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粉丝，而秀智作为韩国女团的代表，在电视电影中也大放异彩，拥有超高人气。李敏镐公司确认了两人的恋爱消息。李敏镐公司表示，两人大约交往了一个月，现在正小心翼翼地了解交往着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和祝福。裴秀智和林敏镐的一段恋情，不但震惊了万千看客，也让秀智人气再上新台阶。日前，秀智、李钟硕、全度妍等艺人在首尔青潭洞出席了某服装品牌举行的新店开业仪式。现场，秀智身穿一袭红色深 V 连衣裙，胸门大开，罕见秀性感事业线。3月23日，韩国媒体曝光李敏镐与女团 MISS A 成员秀智的约会照，二人被拍到在伦敦约会的场面，戴口罩乘同一辆车，英法两地秘密约会。两人也被媒体爆出已交往两个月。李敏镐作为顶级韩流明星，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粉丝，而秀智作为韩国女团的代表，在电视电影中也大放异彩，拥有超高人气。李敏镐公司确认了两人的恋爱消息。李敏镐公司表示，两人大约交往了一个月，现在正小心翼翼地了解交往着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和祝福。